这应该是一封家书，应该是一个出去打仗的孩子，然后给家里回了一封书信。信的这个作者你有了解吗？不太了解，可能回去会搜一下他，就是以前的生平事迹，然后了解一下。张荣二兄，将近九年光景，因不了解咱乡的社会情况，未敢贸然写信。准备好了，在父亲面前不忍流下的泪珠，才一连串的躺了下来。对于现在幸福的环境，还要对于爸妈时刻在你身边，然后这种安全感是非常珍惜的。然后也是想跟观众朋友们说，珍惜自己的父母，不要让父母在自己看不见的地方老去。